진짜 못하겠다. 저도 정말 못하겠더라고요. 韩联中一店员肌肉男暴气走人，小韩消息最终选择静待全员。哦，뭐가왔어요지금문자왔다당장내밥인거大尺度韩中一店员到了最后一晚依旧狗血，节目组祭出换换爱新规则，不满意今晚床伴的人呢，可以到客厅重新选择想去的房间，但出了房间就不能再回去。于是周旋在小韩消息及健美小姐姐的打击猛男陷入了天人交战。장난아니지뭐지이런생각도들었고누군가에게는상처를꼭줘야되는그런부분들이많이힘들었습니다솔직히大鸡猛男左思右想后呢，决定放弃健美小姐姐，跑去找小韩少熙。殊不知大鸡猛男才走出房间，马上就上演超抓马剧情。지현씨생각하고나왔습니다있을거라고생각하진않았습니다제가가면되니까아여기여기두분밖에안됐네요大鸡猛男整个大失算，以为可以挤进别的房间，没想到节目组故意设定小韩少熙的房间只能睡两个人，刚好他跟另外斯文男已经凑满了人数，哇嘞，这下真的 BBQ 喽！啊，是小心那个人啊！진짜못하겠다저도정말못하겠더라고요同一时间的大鸡猛男无缘的床伴小韩少熙则是跟斯文男改棉被纯聊天。아직못고있는데요뭐야언제보셨어아직언제보셨어아니진짜웃긴다저게정작이라고너무답답해이거생긴거야어차피생겼어나신경안껴서생겼어참이귀엽고웃기고에이结果到了隔天进行最终选择时영숙강호당떠동과해도생각을정말많이했고제가많이좀눌렀어야되는데제감정을숨기지못하고제가이렇게폭발한게화가나기도하고후회하기도하고最后大鸡猛男跟斯文男都选择了小韩少熙不过나가서나같이다시봤으면좋겠어와뭐야어떻게된거야어떻게된거야고민진짜많이했는데선뜻나오질않을것같더라고어내서울에서추천하다고생많았어에뭐야뭐가면돼어알겠어네정말그녀의마음은끝까지알수없네요지현님은